装在家里用。直接全部给他走一遍就可以了，我这边不能动。你走完了，然后我这边就关了就可以了。眼睛要瞎了。哪里有啊？那有什么？没有，那我家里有、啊。这里有啊。我这有，因为我自己的这超市的能量都满两个。是啊，你应该要弄一个。拿两个灯，是啊，是啊，要不然你平时要测试灯的。这个我知道，这灯很亮的，很刺眼。走了一个循环吧。这么多效果吗？九十几个效果，就是总的效果。九十几个，因为部分颜色就是一个效果，这其实很厉害。就是它比较酷炫的几个效果拿出来的。其实它是组合的，比如说几个颜色，比如说五个颜色、六个颜色，然后乘以七，集成大效果，然后颜色换掉。这种灯一般用在哪里的？是不是那些娱乐场所都可以用？这个也是做背景的吧，就不作为什么染色剂。不是单个用啊。不是，这个做背景做成背景。那人家一定的话就是好几个起电。对，一个没效果。看它多少个平方，是不是呢？场地大小吧，你一个人用也没用，效果。应该差不多了吧？我操，还有那么多效果没搞出来。那你这一个空白就空一个灯吗？还是可以空好几个灯，可以空在一个空白上？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差不多了吧，应该。好像录了好久了。中间一部分可能散掉，有些是一样的。
它后面其实就慢点。我操，这么屌这个？太近了，它会不会太近？Hello。好像拍过，对，拍过。